同学，这一仗真的是把我打醒了。你的指挥才能真是我学习的楷模。没发烧吧你？我告诉你啊，拍马屁的话我不爱听。你不爱听我也得讲。你啊，写错人了。这一仗的生意，我们应该感谢另外一个人。你说的是潜入我们内部的那只黑手？对，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就是他，但是应该已经抓到狐狸尾巴了。 我的一郎，今天为了你，我挨了哥哥的耳光。这是近几年来哥哥第一次大误。可哥哥他说的并没有错。为什么你的情报屡次出错？难道是你暴露了吗？如果是那样，那你赶快撤回来呀！ 一郎，哎。 道格拉斯，你叫我们大姐什么？叫师傅呀。既然你叫我们大姐师傅，那你应该叫我们什么？啊，叫什么？我不知道。我来告诉你好吗？啊，谢谢。我大姐是你师傅，我呢就是你的师姑，二姐呢是你二师姑，三姐呢是你三师姑，我呢？四师姑。不行不行，四师姑太难听了，叫。 现在，我宣布军部的命令：鉴于古野康弘屡次错失消灭中共龙鹿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的良机，使我大日本皇军蒙受重大损失，军部决定撤销古野康弘第十八师团师团长之职。
你走到今天这一步，还有什么想法吗？我本应该进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对于大日本帝国，我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人。皇恩浩荡，给了我一次卸甲归田的机会，这样我就可以平心静气的继续研究我的西洋油画了。解甲归田，平心静气，你难道真是这么想的吗？我总司令阁下，江春恳求您再给我哥哥一次机会。难道我给他的机会还少吗？这次不同以往，我相信我哥哥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好，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从现在起，你就要用你的全部精力对付你的老对头中共龙鹿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用你的智慧消灭他们。嗨，哥哥，谢谢。你们就从这个女人的身上开始。这个女人是华北派遣军冈村宁次送来的，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她的真实身份，你们必须尽快弄清楚。嗨，真是太像了。这位夫人，尊姓大名，能否告诉我你是谁的家眷？夫人，你还是主动地把自己的真实身份说出来，这样我们才可以把你送到你应该去的地方。你总不至于在这里一直住下去吧？夫人，请相信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情报机关，就算你什么也不说，我们也会查出你的真实身份的。不说，你来说。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他会让你知道。妹妹，我来了。哥哥，我报告您一个喜讯，那个小丫鬟她招了。招了？那个女人是？她是中国陆军中将第八军军长李立明的夫人。什么？她就是李立明的夫人？不错，我已经验明了正身。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这对我们可是至关重要，至关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在嵩山的战斗中，最顽强、最难抵御的，就属这个李明所率领的第八军了。他的斗志，可以用“拖不垮、砸不烂”六个字来形容。不过现在，他的夫人落在了我们的手里。你想，下步棋，你想怎么走？下一步，我们必须分两步走。首先，我要向大界最高司令长官汇报这件事，建议他派人向李立明发出最后的通电，逼他向皇军投降，或不再与皇军作战，撤出阵地。将他一军。另外，对于这位李夫人，我们一定要严加保护。妹妹，不知你想过没有？中国方面一旦得到了这个情报，他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组织营救的。正是因为这个，我才请哥哥来。太公没有回头箭，说出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上次的失败全怪我一时的疏忽，被铁峰和林涛所利用，我悔之莫及啊。你没出事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这次我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一定竭尽全力跟你配合好。等完成了这个任务，就是你凯旋之时，到那时候，也是我们夫妻团圆之夜。江川，你真是我的好妻子。从今天起，你的妻子江川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是由于没有外豪，还是显得太单薄？我们要赶在梅和小鬼子正式接触之前，迅速的加固攻势，不能让小鬼子反扑的时候钻了空子。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进攻，再进攻，哪怕只前进一米也是胜利。对了，二团那边情况如何？报告星座，他们已经发动了三次进攻，
打死敌人215人，伤135人，前进了532米，我军阵亡352人，伤432人。最可惜的是，二团长马文光为国英勇捐躯了。传我的命令，对于所有的阵亡将士，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要记住他们的名字。待山河光复后，我们要给他们树碑，对他们的家属，我们要给予厚待。报告。怎么回事？这个日本军官要见李军长。见我。报告李军长，我是大日本皇军东南亚派遣军总司令大介雄阁下的信使。信使，这是他给你写的亲笔信。我看看他是想投降啊，还是想继续跟我打下去啊。卑鄙无耻。金佐，怎么了？夫人，他这是你们的最后通牒吗？你可以这么理解。李将军，请你认真考虑一下，为防止你的结发妻子遭到不幸，请您于28日凌晨4点前率部撤出阵地，不再向我松山阵地进攻，要不然的话，再说我毙了你。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我想李将军，你不会违背这条自古就有的战争法则吧？算你命大，今天放了你，你回去之后告诉你们大家总司令，必须确保李夫人的绝对安全。你们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李夫人的安全不就无法保证？好，我告诉你，我李立明绝不会撤出阵地，第八军的全体将士也绝不会停止进攻。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是吧？我今天就破了这个规矩，我就斩了你这个来使，我就拿你开刀了。弟兄们，我打死了这个日本的信使，就是要告诉你我李立明抗战的决心，拿下松山，消灭日寇。小石狗，小石狗，啊！道格拉斯，你找我啊？看见我师父了吗？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今天我就要走了，我来跟他告别的。那太不巧了，我大姐和铁队长去参加紧急会议去了。什么时候走的？一大早。那什么时候回来呢？这我就不知道了。啊，这个该死的紧急会议。话不能这么说，好在咱们离得不远，以后咱们见面的机会还很多。德格拉斯，别太难过了。说不难过是假的，我真舍不得离开你们。我们也舍不得你。啊，小石姑，我拜托你的事。不就是你让我帮你取回你拍的那个胶卷吗？你都说了6遍了。那个脚段对我来说真是太重要了。放心吧，我一定帮你取回来。谢谢小石姑，谢谢你了。
姐，哎，大姐回来了，大姐，大姐，大姐，我帮你拿这个。大姐，你可算回来了。大姐，什么转了会开这么长时间？你们什么也别问了，赶紧回去收东西吧。收拾东西？我们要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特殊任务？那还愣着干什么？快走吧。走。几个小甜瓜，让小鬼子好好尝一尝。我再多看几个鬼子人头。不用不用，这次咱们的任务用不着这些东西。对了，待会儿咱们还要换衣服呢。换衣服？对，换上咱们普通的服装。大姐，那咱们这次去完成什么特殊任务？救人。救人？对，救人。谁？谁？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我只能告诉你是一个女人。一个女人，没劲。大姐，这个女人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吗？姐。姐夫，你这是怎么？你可怎么？那怎么了？凉飕飕，热乎乎，凉飕飕，热乎乎。嗯，你说的是姜，那个姜，一朵鲜花。就这样凋零了。你管它凋还是开开的。哎，我姐可回回来了。她回来了啊？她回来干什么？嗯，想你了呗。想我？想我什么呀？想。想你站在外边凉飕飕，钻进被窝热乎乎。哎呀，我说刘三儿，你心里有点数行不行？古野被撤，江川自杀，下一个就轮到咱俩的脑袋了。啊，现在重要的是保命。你姐姐让她躲得远远的。嘿，有种你跟她说去。我让你去说。我不。算了，我去。他现在哪儿呢？他能在哪儿？颐江苑。老铁，林队长他们来了。老同学，您好，我们刚走几天就回来了，快坐啊。你看看这个，一个被撤职，一个自杀了，我们的强劲对手都没了，不知怎么搞的，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反而觉得江川这个女人挺可怜的。可怜？战争本来应该是男人的事，女人应该走开。这不，江川倒成了殉葬品了。老同学，真正的殉葬品是那些无辜的老百姓，而不是战争的制造者。你怎么回事？今天多愁善感的。说实话，我今天来还是为了一个女人。
就别再哭了。我这不是来了吗？差点儿。你这个没良心的，上次我差点被日本太君给杀了，你可倒好，连个请都没给我求。我走了之后，你连个信儿都没有。我问你，你是不是又有别的女人了？啊？没有，绝对没有。你走了以后啊，我一直洁身自好，更没有偷婚沾星啊。你骗谁呀？我不信。你不是在我身边安了眼线了吗？不信，你问他。哎，你千万别问我，我可看不住你。哦，父母总指挥。你可别添油加醋的啊！赶紧的，让你姐洗洗，早点休息。啊，你想凉飕飕热火？你胡说八道什么的？啊？人紧急，能看出来。赶紧的。李立民将军怒斩日本来使的壮举，我们已经听说了。他不光感动了国军第八军的将士们，也感动了我们共产党人。他会激励我们跟日寇血战到底。可不是吗？那天二团的兄弟就是高喊着李夫人的名字冲进日军阵地的，把之前一直没啃下的203高地一举拿下。这是何等的壮举啊！他会写入中国抗战史的史册。可是眼下李夫人还在鬼子的监狱里。我们已经接到上级的命令，要全力营救李夫人。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看来我们又可以再度携手合作了。老同学，我这次早了你一步，我已经派蓝魔到城里去打听消息了。啊？刚才我已经跟你们详细的介绍了这次营救计划。现在我们只知道李夫人被关在了鬼子的监狱里，至于那里的警戒情况、兵力部署，还有她的具体位置，一概都不知。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搞清楚李夫人的体貌特征。下面我们兵分两路，我跟洛勇一组，陛下，你跟清风一组。明天天一亮，我们就行动。无论结果如何，明天下午2点钟之前必须赶到这里集合。你们记住了没有？记住了。好，开始行动。接近监狱侦查。办法有了。先生可是前来寻找姨妈的。先生，您可是前来寻找姨妈的。你？我的确是来找姨妈的，我的姨妈姓李。你搞什么鬼啊？我没搞鬼啊，是铁峰告诉我你们在这里的。陛下，我想你了。看你，一家姑娘百家求嘛，更何况我林涛已经下定决心，非你应碧霞不娶。我们别说这些了，好不好？不说可以，可是怕心里有啊。真没想到，来的会是你。蓝墨他们呢？
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对，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过来看一看，瞧一瞧啊，看我们演得好就赏我们两个。哟西，没意的花姑娘，打打得好。怎么着？你想比试比试？比试比试。摔跤，摔跤打打的。哟西，摔跤。我来，大姐，这些大鱼大肉你都吃足了，小虾米还是留给我吧。小心点，放心吧。李夫人真是个美人。你看她长得像谁？像哎呀，她长得真像那个自杀死掉的江川啊。这张照片你是从哪弄来的？千万别弄错了呀。你不用怀疑它的真实性，这是李军长亲手交给我的。可是天底下怎么有长得这么像的人呢？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哎，陛下，蓝魔他们在哪里？我们去找他们吧。好，走走。说什么？城里发生了激烈的枪战，肯定是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伙打进来了。是不是大姐和三姐出事了？快去看看。走。那边，那边，那边，这边，那边，到底哪边啊？我也个不知道你放什么狗臭屁啊！这边走。在前面。等一下，从这儿，从这儿绕过去，走。大姐，我实在跑不动了，哎，不想死就得跑，快！大姐，日手雷。Thank you.
姐，您没事吧？没事。走，快走。走，走吧。别笑话我了，我本来就是跑不动了嘛。再说了，咱们是骑兵，平时都是四条腿作战，突然换成两条腿了，本来就有点不适应嘛。三姐，你就会强调客观，说什么呢你？本来就是嘛，你就会欺负我，这你怪谁呀？谁让你小呢？三姐又欺负人了，还有没有人管呢？二姐，你也不说话帮帮我。你也不看看谁在呢？咱们二姐呀，是想在人家面前装千金大小姐，多有涵养啊！陆游，你怎么胡说呀你？哎，你看你看，二姐的脸红了。林队长，我这几个妹妹有意思吧？绝对是，我看得直眼红啊。怎么？你们留在铁峰那儿留对了。假如当初你们被我拉走，投靠了国军，那就不会有今天了。